请他们三位成为我们班长的候选人，自己选取自己的班长。对了，我支持陈晨。乐雷，小黑，厂长。你要是偷我让你同学就我们，那我们那账你当负担了。好好好。没有过来的劲。所以，徐小飞表演完了以后。 你就7点后说表演的不好，等这样子意思吗？打倒小飞！耶！女生是下来，看下下下。昨天的情况要说放是什么的？你们看看你们自己啊，看一下。好好好，不用了，你们男子汉也擦干眼泪，知道错了。该干嘛竞争就干嘛竞争，好不好？ 当班长很神气，所以他就强占人场，然后不让我们，然后他啥时候要回头给谁呀、啊？你不用管，我问一下，你之前打过我的是不是？所以你不用管，你不准多问。那我就要问你一个问题了，你现在我们选的是要选一个好班长，你选谁呢？我选谁？